找亮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Peggy。不知道啊，大家相不相信星座这件事情？就算你不相信，你可能大概80%以上也听过一些跟星座有关的刻板印象，像是 Peggy 我呢是天秤座 Libra 啊，有时候有人也会讲天秤座啦，总而言之就是那样。天秤座最常被大家说的大概就是你知道三心二意啊，优柔寡断。Libras are famous for changing their minds a lot。哎，这边我要平反一下，我们天秤座呢，只是喜欢考量过所有可能性才做出最公正的决定，好吗？你们会觉得优柔寡断，都是因为你们想的不够多啦。那刚刚讲到的 change somebody's mind 的意思，大家听到这边应该也猜得出来了吧？就是在说天秤座呢，很常改变心意的意思。这里的 mind 就是头脑或想法的意思。所以相对的，如果你要说一个人很固执己见，一旦决定了就不会改变，就可以说 He is quite stubborn. Once he makes up his mind about something, he doesn't change. 这边的 make up one's mind about something 就是说对某件事情下定了决心的意思。 Mind 当作头脑的时候，还有一个大家一定很常听到的用法，举个例子好了。面对新事物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保持开阔的心胸。 It's important to be open-minded when you see something new. Open-minded 这边是一个将 open 和 mind 合在一起组成的形容词，意思是开放，容易接受新事物，不会马上做出偏颇判断的心态咯。最后呢，举一个跟头脑没什么关系，但是大家可能都听过的例子。如果你注意过高铁、捷运或是台铁的车内广播的话，你可能都会听过这句话，就是 mind the gap。 这边的 mind 不是名词，它是动词，是小心、注意、留意的意思。所以 mind the gap 就是要说请旅客下车的时候注意列车和月台的间隙。最后来请大家用头脑的 mind 来造个句子吧。如果你觉得你的朋友啊跟 Peggy 一样一直改变心意很烦，要他赶快决定要不要参加周末的派对，要怎么说呢？ The answer is please stop changing your mind about the party， 或者是 please make up your mind about the party。 你答对了吗？